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福建。今天指数下跌了94点，好，那指数下跌94点的时候，其实今天我觉得蛮有趣的情况，也就是说，其实最近来讲，整体的行情从很热到近期，感觉上好像没有那么热的过程。来，我们看一下现在整体的那个 K 线，好，技术线其实长这样，对不对？这样开始压回来，那压回来的话，其实今天有蛮多股票是回档的。那也有部分的股票，少数股票是涨停的，那这个就有趣了，对不对？你看哦，今天3630新巨科，好，新巨科我先前给大家看过它的筹码，对不对？你去看今天会涨的股票，它一定都有共同的一个所谓的特性。什么叫特性？我先前跟大家讲过，有一些股票它其实在所有股票都压回的时候，今天上涨股票是相对比较强。我先前跟大家讲过这个嘛，对不对？如果你去看筹码，你看浩鑫中股东人数增加，特殊筹码减少。就算浩鑫有利多，但是你买浩鑫它不会涨。但是如果你是买新巨科呢？新巨科总股东人数减少，特殊筹码增加，对不对？这是2月24号嘛，同样是2月24号，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嘛，对不对？浩鑫好，总股东人数是增加，特殊筹码是减少。所以你看今天2405，好，我们看一下2405，你看哦。它有一天有利多，就这一天利多涨停板之后，到现在都不会动，又回到7涨点，对不对？可是3630新巨科就不一样，你看一下新巨科就直接往上涨停板创新高嘛。所以呢，今天4721来，今天4721美其玛也是啊，哦，今天美其玛也是涨停板创新高。所以我跟大家讲一个重点，好，现在盘势压回来，好，其实大家都会相对性比较保守，好，这是特性嘛，我跟大家讲，散户就这样吧。散户是被动型基金啊，指数涨他就会去买股票，指数跌他就会去砍股票啊。可是相对来讲，如果我跟大家讲，如果你手中有持股，那套牢该怎么办？好，这个问题是普遍存在每个人身上啊。当然，今天指数压回来啊，我们也不是所有股票都赚钱。我坦白跟你讲，我们也是会有一些股票，目前为止是在成本之下的，也就是说现在是套牢。那同样，好，操作股票都会有套牢的情况。可是问题是，手中股票套牢，你会选择怎么办？你会选择怎么办？等反弹吗？好，可是等反弹，万一没有反弹呢？等反弹，我是大部分的人会想说等反弹。可是重点是，万一没有反弹呢？第一个，假设你股票套牢，反弹你可以少赔一点。可是万一没有反弹，你会越赔越多。但是呢，如果你可以换一档哦，你可以换一档上涨机会很高的股票，等同于你手中股票现在是套牢，但是它反弹机会会很高，这不一样哦，这不一样。如果你手中股票套牢，很多股票它是看起来越，你看这个3691，你看这两家硕和，对不对？硕和先前是有人买500多，有人买400多，甚至有人买400块，到现在都不会解套。因为它跌升会反弹，跌升会反弹，跌升会反弹。等你等到反弹的时候，好，你想多卖高一点，它就掉下来。真的哦，它的惯性就这样，反真的弹了，你想它整想说啊，再多一点，再多一点，它就下来。反弹再多一点，再多一点，它就下来了。结论是什么？结论是越来越低。3552一样，你看这时候都是先前涨过的股票，好，先前涨过股票，今天来到这个地方，你看这2929。这个滔地，你看哦，这个后面不要看了，这是 K 线是很漂亮。你买这么低的线型，它都可能会今天会往下打、哦，对不对？所以呢，来手中持股套了怎么办？我跟大家讲，与其等反弹，你不如去换一档上涨机会很高的。重点是下面这一句：上涨机会很高，这个很重要哦。什么股票机会会很高？我跟大家讲，没有人保证明天股票市场会怎么样，股票的走势会怎么样，没人知道。可是你可以确定一件事情，特殊筹码买进的股票，散户减少股票，它上涨机会就很高。例如什么？例如这一档4721的美其玛，4721的美其玛，你可以观察到，这在3月3号的时候，好，3月3号的时候，上个礼拜五，好，上个礼拜五美其玛。总股东人数是减少，特殊筹码是在做一个增加，那可是你说看现行来讲，它并不是很明显，好，它只是增加，可是这没有减少了很多，也没有增加很多，并没有很明显，那看不出来，
有些东西眼睛看不出来，但是电脑可以分析得出来。来，这是3月3号的时候，礼拜五。哦，我们手机，哦，会通知每一个用户买进美骑马。哦，3月3号，37.6块，37.65元。好，9:25美买进美骑马。好，这个是我们唯一买进的一档股票。哦，这我是3月3号唯一买进的一档股票。好，我们手机有个特性，哦，每个人手机都是智慧型手机啊，现在应该每个人手机都智慧型手机。可是我们手机有个跟别人不一样的功能，好，我们按进去，我们有这样子的功能，好，那可以帮你观察指数也可以，啊，你可以自己看股票也可以，甚至于你可以自己多方选股，好，它这个选股里面它会帮你选，好，特殊筹码是增加的股票，那有可能一整天都没有，但最多一档至两档。好，3月3号的时候，请你买什么？请你买进美骑马。哎，我说的不是说手机跑出一大堆叫你买进不收。如果你的手机有选股功能，我相信大部分的一个手机的选股功能，你选股选下去，保证跑出5到10只甚至更多，一定一大堆你不知道买什么。但是我们手机它会帮你追踪特殊筹码，追踪什么？追踪这个，好，像美骑马，来了，它在这个地方已经在进货，好，特殊筹码在进货。中股融资在减少，那再配合它过去的股性，哦，股性你要从电脑下去计算，好，例如成交量，好，比过去成长多少，我们都有设置比例，好，设置比例就是它这个已经改变它惯性了，以前不会这样，现在特别是这样子，对不对？所以呢，在3月3号，请每一个用户，我不是单独一个用户，是每一个用户，你一定买得到了，好，37.6块，9:25，好，9:25买进美骑马。好，涨上来当天小赚，好，小赚1块钱。接着呢，礼拜一又小涨，然后昨天再涨，今天直接涨停板锁。今天直接涨停板锁，来，你看一下4721，我们看哦，你看一下它突破起涨点是哪一天？是不是这一天？3月3号。啊，可是呢，如果你后面不看呢？如果你后面不看，你看得出来吗？就是在当下啦，当下它刚突出来的时候，因为有些时候是涨真的，有些时候是涨假的嘛，对不对？你怎么知道这根拉起来是真还是假的？有些是假的，你看像2405，它这个就是假的，对不对？2405它跳起来，这个涨停板就假了，对不对？这假的就直接回来了，所以你要去看它是涨真的涨假的，对，涨真的涨假的，我们手机会帮你看。好，4721美骑马，啊，我跟你讲，今天美骑马涨停板。但是我今天不是要跟你讲美骑马，不只要跟你讲美骑马，我跟你讲是什么？我跟你讲一个很重要的重点，真的很重要的重点，而且今天不会有人敢这样跟你说，不会有人敢这样跟你说。来，我们准备一档股票，哦，今天指数是跌95点，今天指数不是涨90几点了，今天指数是跌95点了。我们有一档隐藏版的电动车，哦，跟美骑马一样，美骑马是做电动车的，哦，相关的概念股。好，所以这个大家都知道。好了，但是我说的是一档隐藏版的电动车，它股本小，筹码非常稳定，获利是美骑马的2倍。好，获利是美骑马的2倍。这家公司，好，我们会在 LINE 上面跟你做分享。真的，今天指数跌95点，不会有人在今天跟你分享股票。很多人会告诉你说：“哎，你看股票哈，什么时候都卖掉了，对不对？”但是我觉得不是这样，重点是这个。如果你手中持股套牢，要怎么办？大部分人会等反弹，但是你常常等反弹，你会发现好像不对哦。万一没有反弹，可是比现在砍掉还严，对不对？很多人，我跟你讲，你买错股票，它真的下去了。你与其今天砍掉，虽然有跌很多。但搞不好他明天下个礼拜又继续再跌啊，很多都这样子啊。那你要去等反弹，万一没有弹呢，就是直接往下，那你不如去换一档股票，上涨机会很高。如果这档股票它上涨机会很高，那是不是可以弥补等同于它未来是反弹的情况，而且比反弹机会更大，对不对？那我问你，它为什么会涨啊？有人买进，那我请问你，人家是，我跟你讲，人家会买一定是，我跟你讲，今天量很大，就是因为它涨，你去追有可能。可是在这里呢，这里是谁买的？下面是谁买的？
下面谁买的你要看嘛，对不对？我跟你讲，有些事情你看嘛，这三月三号礼拜，你进去看每一档股票，我不敢说每一档特殊筹码增加股票它都马上会上涨，可是你可以确定一件事情，你可以确定一件事情，上涨的股票都是特殊筹码增加的，应该这么说啊，对不对？每一个用户都请你买37.6块，接着涨到还是都40块而已啊，接着41块都涨一点点而已，就只有今天了、啊，就只有今天涨停了，然后昨天还在40啊。今天直接涨停44%啊，对不对？那当美骑马涨上去之后，市场上面就会找这个，好找电动车相关的。好，那电动车相关的，我们有一档股票，我认为它上涨的机会很大。好，所以我们会在 LINE 里面，好这个，你加好友，我们会跟你做分享。好，它有什么特性呢？它的特性就是，跟美骑马一样，都是属于电动车概念股。但不一样的是，它现在市场上面，好，大家都还不知道它是电动车概念股，大部分的人不知道。好，电动车概念股，你说谁是电动车概念股？好，茂联，哦，长源科，美骑马，哦，就是那几档你都知道了，对不对？但是这一家它股本小，获利是美骑马的2倍，筹码相当稳定，即将要发动，今天是逆势抗跌，哦，它不只是电动车，还有10兆美元的商机。也就是相关的无人车和无人车的重要的供，它已经打入重要的供应商里面了，真的，电动车里面。好，这档股票我们会在 LINE 好友里面跟大家分享。好，在 LINE 的好友就是这个，好 LINE 你加好友，我们的 ID 是小老鼠 Happy 8899，好就加一个小老鼠，你就去 LINE 里面搜寻，你。搜寻，然后加一个 at happy 8899，上面就跑出一个我的照片，好，你把它加进去，那就对了。那当然有人会问说，啊，我不会加赖怎么办？好，不会加赖没关系，你可以打电话来我们公司问也可以，我们服务人员会告诉你到底怎么加这个。好，我们先休息一下，下一阶段再回来。地震了，怎么办？趴下，二掩护，三稳住，抓住桌角。更多防灾常识，请上台湾抗震网。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挥别赔钱的二手讯息，操作不再盲目，赚钱不断重复。轮云投顾蔡老师，让您轻松累积财富，让您所看到的绩效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轮云投顾致富专线02-2321-9933。02-2321-9933。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帮您确实下好每一步棋，长期布局投资战略，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洞悉盘势，策略选股，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赢家专线02-2321-9933，02-2321-9933。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挥别赔钱的二手讯息，操作不再盲目，赚钱不断重复。轮源投顾蔡老师，让您轻松累积财富，让您所看到的绩效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轮源投顾致富专线02-2321-9933，02-2321-9933。平常工作时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所以休假时，我喜欢隔绝一切嘈杂，让自己沉淀，享受这片刻的宁静。Choose your own life， 鹅牌气密窗。今天指数震荡压回，跌了快100点。哦，那跌100点的情况之下，现在重点来了。好，其实你可以去算现在什么股票，它是现在我在LINE上面有跟好友分享，就是近期来讲，
总股东人数是增加，就散户变很多了，而特殊筹码在减少了。好了，你可以看出来那个筹码的流向，因为现在你去想啊，这股票啊，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哦，我举个例子给大家看，这一档叫做2929，啊，我对它没有任何的意思，好，其实这家公司基本面很好，好，而且这股这个也是在低档，好，只看你看技术线型，它在低档啊，基本面也很好，可是呢，你运气不好它就往下跳。好，你运气不好，它就往下跳。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你可以看得出，我们用个简单的方式看，来，这两只滔地，你看哦，它总股东人数是最近最高最多。那特殊筹码其实差不多了，它也是没有买进的意思，就差不多维持在这样子情况。那散户是最多了，所以呢，其实你买这种股票有两种可能，哦，有两种可能，就是它整理完直接往上，也有可能没有往上就下来。其实。应该说几率五成五成，甚至于不到了。好，你看不出来，因为你看就知道啊，这个中散户比较多嘛，对不对？那你要买什么？你要买散户少了，不只是技术线型的问题，你要买散户少的，像这个存安，先前存安是不是散户很少？是不是？散户很少，啊，特殊筹码是大买，啊，请问这个时候多少钱？这个时候就这样子啊，23.8，真的啦，真的啦，23.8，它就长这样。如果每个人都愿意买，它就不会飙了。就是大家不想买，怕怕了，哎该加对不对？23.8，哎，你这个买下去，真的好事会发生哎。23.8买回涨停板，对不对？啊，24块，接着变26块，然后27块，然后还是27，接着30，然后32，然后33，接着37，哎，那叫喝汤，对不对？38。43、47、51.7，对不对？51.7从23.8变成51.7。那所以我们现在，我跟大家讲，现在指数在做震荡，你要去想哦，你可以等反弹没有错，可是万一你的股票没有反弹，那可能很惨哦，真的可能很惨哦。3552很多先前涨过股票。现在有反弹都一点点了，你看哦，它这第一次反弹是反弹很多很大，反弹更大，然后你等没有卖掉就下来，对不对？好，下来又上来一次，啊，你想说你再多等一下，拍谁又下来了，对，3691一样，哦，这个很多股票都长这样子了，对，所以如果你手中股票有套牢，你不能够等到你受不了的时候才去停损，你一开始套牢就可以把它给砍掉，为什么？你把它砍掉，换一档上涨机会很高。请问什么股票上涨机会很高？就像这先前这一档叫做6188的广明，哦，6188的广明，当时我跟大家讲说，我们为什么要买广明？当时的广明股价好，哦，最高350块，好，哦，现在股价不到30，特殊筹码大增 ，AD 有这个相关的题材跟机器人概念股，两个概念股都有，当时多少？当时多少钱？来，这我昨天给会员的。我们买24，买25，买28的。那我请问你，啊，老师，24、25、28、20都不卖，因为你卖掉不对，你不用卖，因为它会越来越高啊，对不对？你不用卖，因为它越来越高啊。你24块、25块，你根本就不用卖啊，因为它会越来越高啊。它今天是多少？哎，今天指数是跌哦，它今天是42块钱哦，42块钱。所以我们买24块4、25块钱、28块钱，全部都抱着。股价突破40，对不对？今天多少？今天42，今天逆势大涨。重点来仔细看，今天成交20000张，昨天成交30000张，你再去看哦。今天20000张，昨天30000张，啊，之前呢？之前几张？之前没有这么大量，现在量特别大。去找一下，如果有手中股票套牢，你一定有套牢的，就算我们也是。我们也不是每一档股票都赚钱，哦，今天指数下来，有几档股票是在成本以下，对不对？那成本以下怎么办呢？你可以坐以待毙，你也可以换一档啊，对不对？重点就是你要不要换一档？啊，有没有一档可以给你换？如果那一档上涨机会很高，就解决啦，对不对？那什么东西上涨机会很高？我昨天跟大家讲这个嘛，听我讲讲来讲。比 OLED 更牛的 3D 玻璃啊，
比 OLED 更牛的 3D 玻璃。好，总股东人数在减少，特殊筹码再增加。未来你的手机，现在大家的手机大部分都长这样子。那未来 iPhone 出新机的时候，它可能是 3D 的玻璃加 OLED 的面板。那 OLED 的面板都会大部分都会配 3D 玻璃，所以呢，这一家公司中股端人数再减少，特殊筹码再增加嘛，对不对？而且这个是少数鲜为人知喽。今天有没有跌？没有跌，今天没有跌啊，收盘是涨的、啊，真的啦，收盘涨的、啊，指数跌它也是涨啊。所以呢，你要去看喽、哦，今天有一些股票指数是跌，它是涨的，那就是相对性比较安全。所以呢，来我们选一下，我们选选看。哦，有什么股票上涨机会很高？我们发现有一档股票，哦，请记好哦，今天指数是跌哦，来来来，今天是3月9号，对不对？好，你看，你看这个图卡，今天是3月9号，好，3月9号，来，我们看一下指数，指数下跌94点，几乎95点，最多跌掉100点。好，今天节目上我跟你讲，好，有一档隐藏版的电动车。跟美骑马一样是电动车概念股，但不一样的是，它比美骑马便宜，它股本比美骑马小，筹码相对的稳定，一个大股东持股就已经非常非常的多，而且它大股东最近在大涨，哦，也是台湾的股票，好，那获利是美骑马的2倍，还比美骑马便宜，好，股本比较小，而且这个它有，它不只是电动车，还是无人车的概念股，还是无人车概念股，今天我是逆势抗跌的。已经蠢蠢欲动，来加入 LINE 的好友，我们会跟你做分享。好，我们会跟你做分享。好，我不是在指数上涨的时候才跟你讲，真的啦，很多股票我们在之前买的时候，它都不是上涨啦。你自己看，我买台盛科的时候，你会想到台盛科会涨到126啊？不会啦，真的啦，你买台盛科33块钱，我买台盛科33块钱，大家都想不到会涨到126啊。可是你想不到，并不代表别人想不到啊。33块钱的台盛科，请每一个用户都买进的时候，你跟人家说台盛科从33块涨到80的啦，没有人会信。但是有没有人知道？有啊。那请问每个人都赚钱吗？不是啊。是不是总股东人是不是减少？对吧？所以赚到的人是少数嘛。没赚到钱，你就会说不可能啦、啊，那都骗人的啊，对不对？那如果你是赚钱，你是赚钱的，你就会说哇，真的嘞，这个33块涨到75块，先赚1倍，69块再买，好，68块再买，又涨到126，又赚80%。大同6块钱、7块钱，旺宏6块5，对不对 ？TPK 62块，精彩，这一些股票它有共同的特性，就是什么？就是在起涨之前，我们有 VCR 事先跟你做预告，哦 ，VCR 事先跟你做预告，哦，这个价位了哦。好，而且都请每一个用户买进哦。我说的是每一个用户，不是一个用户啊。啊，因为有些人会分嘛，对不对？我跟他讲，我们没有分了。我们只要你是我们手机版用户，我们手机没有分什么等级的，我们手机没有分等级，我们没有什么分析师版本、什么什么版本，没有，就是全部人都一个版本，就只有一个版本。那也就是说，只要我手机里面出现的，你手机里面一定会有。那过去，好，我们33块钱，请你买台盛科，每个用户哦。哦，69.6块请买这个旺宏这一些东西，直到什么时候？直到最近我们买这个，对不对？我买4721的美西马，4721的美西马，时间点在哪里？在这里，3月3号，真的，而且只有请你买一只哦，哦，不是叫你买5、6只哦，是3月3号只叫你买一只哦。每一个手机跑出来都只请你买进美骑马就一只，为什么？因为我们手机它可以帮你追踪特殊筹码，而这个特殊筹码它要去看总股东人数跟所谓特殊筹码它过去的一个比较就对了。它过去不曾这样子过，现在特殊筹码就在增加了，啊，它的股突然间盘中有出量，而且拉起来的时候，它第一时间就请你买进，真的啦，我的恭喜你。现在的重点是什么？现在重点是你要怎么赶快去找到，好、哦、会涨的股票，这才是重点，对不对？来，我们的美骑马，美骑马就是每一个用户都有。那我们现在、哦、我们找到另外一档股票，因为美骑马已经涨停板，哦，我不可能今天叫你去追美骑马吧？好、哦，我们会请你买什么？我们会有一档股票跟你做分享，好、哦，一档这个
继电动车概念股美骑马，美骑马是电动车概念股吧，对不对？好，跟美骑马一样的是电动车的，不只是电动车，它还是无人车，哦，两个概念。好，那股本比较小，筹码非常稳定，获利是美骑马的两倍。好，加入 LINE 的好友，我们会跟你一起做分享。如果你有持股上面的问题、操作上面的问题，都可以欢迎你来电做询问。好，那如果你不知道该怎么加 LINE 的，没关系，你也可以来电做询问。祝你明天操作顺利。本投资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地震了，怎么办？掩护三，稳住，抓住桌角。更多防灾常识，请上台湾抗震网。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挥别赔钱的二手讯息，操作不再盲目，赚钱不断重复。轮源投顾蔡老师，让您轻松累积财富，让您所看到的绩效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轮源投顾致富专线02-2321-9933，2321-9933。轮源投顾精准掌握台股趋势，帮您确实下好每一步棋，长期布局投资战略，帮您达到最佳投资报酬。洞悉盘势，策略选股，轮源带您引爆投资最佳契机。赢家专线02-2321-9933，2321-9933。掌握获利的一手资讯，挥别赔钱的二手讯息，操作不再盲目，赚钱不断重复。轮源投顾蔡老师，让您轻松累积财富，让您所看到的绩效变成您口袋里的钞票。轮源投顾致富专线02-2321-9933，2321-9933。一旦近视未加以控制，可能变成高度近视。近视越早，度数增加越快，高度近视机会也变大。高度近视易产生相关并发症，严重可能导致失明。提醒您，二步三要护眼原则，做好孩子的视力保健，多到室外，减少近距离。